啊，当时应该拿那个床。对，我都忘记湮灭这东西了，糟糕。哎，他已经生了，就是生了。有床吧？没有人那么坏，把床都打掉吧。我都有留哎、欸。会被别人打掉，对啊，这样还真的有点坏啊！都没有床，大家这个样子呢，都把床给干走了。耶，我看到一张床，睡睡睡，我睡了睡了。这样页面会消失吗？不会，会。不会，它不会消失，所以就已是经生了，已经生了就是生了。哦，了解。这样你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要小心一点。OK，我这边为什么会有一只城市？觉得害怕。要。牛肉应该不太需要了。然后。需要坐船。弟弟为什么会有力？但我没听到他的声音呢，说不定他已经你说走页面远吗？对，页面声音消失了。了。对发现你有睡觉，就换个目标这样。啊。希望如此。这 乖孩子有睡啊，不找你啦，换一个人。被五道家干掉。哦，我这边有看到。我你怕怎从我么后了？面吓死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哎、欸，我这里的苦力怕怎么都可以一直掠过那个船呢、啊？不会是？我的天！今天你是不是跟船不合啊？是我今天遇到苦力怕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哎、欸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刚刚都是就直接走过来做了，太诡异了。哇，小僵尸！还是因为你没有色诱人家，色诱一下，不要让意乱情迷，他就坐上艘船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不要被那个美色啊，苦力诱。怕，你最好给我好好说哦！我告诉你，我两艘船很并拢。屁耶、欸，他还是走过，他还是走过。两艘这么并拢的，你别太过分。他又走过，他要走过几次啦？为什么？我也想问为什么？我知道我要直接在他走的步伐之中放上去，我要看穿他的步伐。赶快这尝里，试一下！这里，背后来苦力怕，哇，原来他是调虎离山。背后来苦力怕。重点是为什么他不会上船？会吧？有人说特殊的不哇！行，他没有名字啊，他是一般的啊，他是一般的吧，他名有人字说中到那么近距离就应该可以看得到啦。就真的是吐刚司好也没死上船。了，哇！你现在这样人在哪里啊？那这一样在那里，一样在那里，我重新复活了，哦，他是中爆啦，刚刚没有很靠近看，哇，我现在无敌，哦。重没爆事，不会上船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是命名过后不能，哎，不对，特殊的不能，可能重爆他屁股太大了，上不了船。对，随机木之箱，哎呦，哎呦，那哦，个有那个强对不大对？首领诞生。中央的，你会不会一直往下挖太深？哦，我在11，太深。那、啊、要你挖可以几？差不多在二十。二二十十，那边就是弄个那个农场，反正就是不要，挖宽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好，弄。那我不先这去样，二为了要十。看他是不是重爆，就可以得很靠近看呢、啊。好，我知道你不是了吧？你不是了吧？为什么放不出来？哎、欸，要放出来啊！你要上，你要上。哎、欸，要简单上，简单上。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任务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你现又在怎内心么很了？受挫、没事，巧克力，你最棒！
我看了一个名字哈，是一般苦力怕好，然后就爆了。我看了第二个苦力怕，有上传，然后就爆了。快，观众快给巧克力打气，巧克力要崩溃了。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，受不了了。没事，那个苦力怕不好，他不乖，不上传。太扯了，气都快坏了。你今天跟苦力怕非常的不合超对啊。那有问题吗？我就这么雷，我最废，我就废。有没有名字都会上传？不要出击！我的妈呀！气死了！不要生气气！气死了！烂怪物，臭怪物！鬼怕不乖，我们要教训他们的，要教他们要乖，有船就要上，这样才是乖孩子。哇塞，这也太多小僵尸了，我被收到一下，没有，人生好难啊。坐船好难哦！就这边一堆怪物啊！先住啊！就要白天了，想要赶快弄。反正你那边有在弄那个厂嘛，对不对？正在挖，正在挖。对对对对。水只要一格就可以扩八格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，但我这边有很多的种子啊，所以想说就一次种。种好种满，扩大一点。对 okay, okay, 那我扩大一点。高度没限制吧？高度没限制，只是你那里比较低一点，比较不会被看到 ID 嘛。OK， 不是、啊，我是说那个啦，就是空间高度。空间高度没限制，只是要有火把而已，要有亮度。OK， 那我弄大一点。你整体搞不好。好啊，这小僵尸太多了，我在想要怎么办啊？要就要跑很远。难玩哦，突然觉得人生很难。对啊，我直接跑离开这里了。人生好难，怎么这么玩难玩？可以的，我们要坚强的活下去呀、啊，巧克力。还遇到闪电 Creeper 啊！小心那个旧 Q boy！ 有隐形帝都，我刚刚就看到例子，我想说奇怪又没看到。啊，苦力怕还跑去玩水，打他，揍他！我很气呢，你叫给我上来哦，你叫我上来，然后就给我上船，安分守己。哎呦呦，他上了！有有，这只比较乖。闪电 Creeper 不晓得多少血量。可是闪电不是爆很快吗？没有啊，闪电慢啊，是速爆才爆快。对，可是重点是现在又天亮了，然后窟窿又找不到了。我们每次都差那么临门一脚哎。对呀、啊，我找到一个窟窿，我把它带过来。加油加油！他也去玩水，现在是怎样？每个人都要玩水，是不是？鹅卵石是不是可以卖？没有，是泥土。OK。哎呦呦呦！他上船，他可以百分百上到苦力怕。有吗？苦力怕怎么感觉要爆了？没有吧，没有吧，你没有爆吧？没事没事，有死了死了死了，完成了！谢谢谢谢，他也让我上去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还是个破碎唱片可以吧？都可以吧？看看哦，放置木棒，副手放木棒，然后上脚，有完成，岩浆块马上换掉，要不要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六个黑曜石了耶！你眼那边有到40
那个嘛，很低，其实说不定可以哦。你先说你的坐标在哪里？我在负一，负四四五一二六一五。我找到这点，我找到这点。嗯，巧克力超棒，拍手。谢谢。辛苦了。一百年。我们为了这个任务拼死拼活。终于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要经济起飞。对，刚刚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去地狱，所以这一个的地狱的分数岩浆块，我觉得还 OK。我们现在都种小麦，然后岩浆去地狱完成。好，没问题。够宽吗？有很多火把吗？我刚好挖到一半。火把有亮亮吗？打破石是不是？这个水流超麻烦。好像有这么快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看够了，还是要大一点。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可以啊。我发现我水桶没了耶。我的水桶，还是我先给你水桶，先给你。没关系，你水桶到中间，可是就还要捞水，你要不要游上去到地表去捞一个？还是你底下有看到水？你底下有看到水或岩浆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去那个，因为我是。你火把我旁边有。你桶子。啊，桶子。要捞水还是你上？我身上是岩浆桶。OK， 那我再做一个。等我。你刚刚水桶没有，我没有吸到啊。哦，你是要放水啊？放水。放这个吗？对，都可以。反正我就开始种，你上去再捞一桶水。OK。原来只是我们代沟呢。他的血量都好可怕哦！妈呀！下去哦，冷静，慢慢来。你就靠着边界，不要被其他人发现，然后开始种起我们的事业。大家都说无限水源，无限水源，弹药啊！我们就只有一桶水，没办法。那人家就说一桶水可以无限水源啊！啊，一桶是什么无限水源？可以啊，要用可以啊，要用玻璃瓶。哦，我第一次知道哎，好猛啊！就你弄个锅釜，然后把水放到，应该说先弄在地上啦，然后有没有你就直接装三个水瓶，然后做个锅釜，把水瓶倒在里面。来等等那个水结束，啊，那个地底要找到岩浆。好，我等一下去挖。对，这个水好慢呐、啊。我说有啊，团团他们去地狱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岩浆块，因为毕竟岩浆块其实很简单，就如果你去地狱的话，它其实很简单。而且数量不多。嗯。可是，哇。因为像我们去地，那个无限水源吗？你可以给我一点铁吗？你不要倒在同一个哦。有四件，你要不要去完成？我继续弄这里。等一个，我先给你铁。好，谢谢。有四件。你有煤炭，你给一个。OK， 我就七个。够。那我走了。好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要把那个东西先放进？两分钟内，他还血片，你看看身上有没有击退棒棒之类的东西。嗯，开始会得到铲子哦，就可以铲别人的血。那个，对，还要小心，你不要被铲到。失败就算了。失败了。是哦。对。什么事情？一定是有人在我背后偷偷来。再帮我挖旁边哦，就这边再挖。在扩大吗？对，在扩大。先扣地板。
哦，先让你放那个泥土。对对对对对。要再扩几格出去？现在一格啊，我们这边就一格，我后面这边也一格。好。那边一个。很怕踩掉它。哇，什么声音？哎、欸、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种就好了。对不起。我煤炭怎么又不见了？看，好像没。哦，刚做很多吧，太强了。OK， 我这边好了。超强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真的。我先去那边挖好了。好。那把手的，有烟枪冒泡声。二三四五六。